要想在影视圈混，演技是必须的。那么直到如今，演技还备受质疑的演员有哪些呢？要说到演技备受质疑，杨颖绝对是算得上头一号人物。基本上只要是杨颖出演的影视剧都会被吐槽一番，甚至综艺节目也是无一幸免。不少网友都是表示看得自己尴尬症都犯的。古力娜扎、古力内扎出演过不少的古装剧，可能是因为之前跟张翰相恋的原因，自此之后古力娜扎一直被吐槽，其中演技也是被吐槽，在多部作品中基本都是面瘫脸。为此网友也是表示看到自己尴尬症都犯了。杨洋近日杨洋主演的《舞动乾坤》是正式的上线了，但是上线之后却是并未获得好评。大部分的原著粉发言表示，好好的一部小说硬是被拍成了偶像剧。其次，杨洋在这部剧中的演技也是遭受到了质疑。网友表示，剧中杨洋为什么笑，只因为他在别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帅而已。欧阳娜娜作为亲近小花，欧阳娜娜的演技的确是有待提高，